今儿来接老二来了。咋了这是？因为学校做了鱼，我们来接丽娜接早了，没吃上鱼。手里边拎了个小筐。怎么了？啥呀？他吃汉堡。那去跟老师要呗，去跟老师拿一个呗。咋了？白酒我们爸爸提的啥不会？我就已经吃完了。他已经吃完了。这咋了？他每天就是回家之前非得问人家老师要一个汉堡吃。怎么了？不吃不走了是吧？回家吃不行吗？好。不吃不走了，媳妇儿，你说这玩意儿。你来，宝贝儿，你来这是上学来了，这家一天。现在幼儿园都出名了，是吧，媳妇儿？这每次出来，非得和那小男孩拜拜，你说说。丽娜，那拜拜吧。Подожди, не видно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